十次真系冇咗个眼袋。如果我去做个眼袋手术要几万蚊，而家有一个疗程效果同做手术一样，仲要加钱200蚊都唔使，十次仲可以断尾。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平嘢系冇好嘢啦，但系以我为例啊，做完个疗程之后，眼袋明显冇咗，黑眼圈、眼纹都淡咗噶。唔到你唔信，平嘢真系有好嘢噶。俾翻块镜你揸住先，系啦，你可以睇一睇。你话翻俾我听，你自己最介意眼部乜嘢嘅困扰问题啊？我最唔中意咧黑眼圈好深咯，同埋啲眼纹咧走紧出嚟。咁呢部机咧，其实系咩原理可以做到手术嗰个效果？利用医疗级的射频技术，将我们的能量值渗到真皮层的位置，帮我们更新和增生我们的胶原蛋白，那就可以做到眼皮上面的 firming 和去除我们的眼纹，而且可以很有效地直达我们的脂肪层面，加速溶解个脂肪的，那就可以去除一些脂肪型的眼袋问题。是不是很吸引呢？如果你都想去眼袋的话，现在有个 promotion 免费体验，